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早会，我是吴湘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带大家来关心国际新闻。最近南美洲的疫情又有升温的趋势，阿根廷平均每天新增感染确诊数是已经位居全球第三多，累积死亡数呢更是跨越了8万大关，全球重症病床满床率将近80%。为了加速疫苗的一个对抗疫情呢，阿根廷也已经决定要自行来生产俄罗斯研发的疫苗哦。而疫情同样升温的还有智利，智利连续10天确诊数不断的攀升，病床数呢严重的不足，医疗量能呢濒临考验。首都圣地亚哥呢医院满床率更是高达了99%，而且高达97%收治的都是新冠病患。明明已经有50%人口接种过疫苗，但是疫情却控制不下来，所以政府也宣布了包括首都在内16个城市5日起要来延长封锁的措施。而同样看回在台湾哦，台湾的疫情呢还是令人非常的紧张，大家应该要来戒慎虔诚，因为在苗栗哦，不只是双北的一个疫情延烧，现在苗栗科技大厂呢也爆发了移工群聚感染，有晶圆电子的确诊人数呢也已经来到了131人，超风电子也有9人确诊，所以苗栗县政府呢也宣布会扩大一个快筛的范围，来让大家能够提高警觉。那其实呢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中呢，许多的医护同仁在第一线都非常的用心，希望能够守护住台湾控制疫情，所以在花莲的慈济医学中心呢就针对这些确诊的病患呢实行中西合疗，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合疗的效果之下呢，病情就有减缓。那上人呢也非常感恩这些医护同仁的用心，特别在今天的志工早会提到了42章经中有一段经文提到，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我们光是觉得佛法很好，只是想要听跟来研究的话，这样子就很难会道。所以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但是何谓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呢？就像是这些在画面上的医疗同仁一样，他们坚守好最初的那一念心，这叫做守志。而我们的志愿从出发心开始就要身体力行，这样子呢叫做守志奉道。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就是其道甚大。接着就让我们以虔诚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最近这一波的疫情啊，让我天天呢8点多啦又要出来跟我们的医疗体系来听啊，听到啦，我们医疗体系呢，向着这一波的疫情，真正的如勇士啦，大将披了战甲上阵啦，领兵领众上阵去挡了这个疫情大敌，要被攻进城门来，就是要有这么多的勇将，他们呢把守在城门里。我天天都要说，要把战甲披好，照顾别人要先照顾好自己。我还会叮咛院长啊，自己要顾好好，同时呢我们前院啊同仁们要代替我跟大家人顾好好，跟大家人说感恩，有志一同，这就是守志奉道。当县医学系
刚选护理系，那个时候他们啊走路啦、见习，每一回回到寝舍来，他们毕业啦，要进入了医院啊，去当见习医师，开始呢都回来见这里来宣誓，我都会听到了他们虔诚的在三宝前佛像身还有如法在这里宣誓，我某某人开始他既完造就这个医疗，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就是慈济医学系统跟护理系统。我们呢，就是期待人人呐、立志要做医生，立志要做护士，选择出来的这一条道路，记心愿要守好。所以呢，看到那样整齐的手举起来，这个高低啦都平之美呀、啊，这真很平，你看。是他们的真心，真，这一念真，是善的要救人的心。很多的医师护士，好几天都没回家了，因为他们照顾病患，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的细菌带回家，他们呢？总是专心在医院，这都是很令人感动。感恩商人的开示，也感恩医护同仁在这一波疫情之中，在前线所付出的一个努力。其实，在冷冰冰的负压病房里面呢，每天都上演着许许多多的温馨故事。因为看到了，例如在台中慈院，为了减轻新冠病患在病房的一个压力哦，他们呢这个专责病房呢就成立了群组，随时的关心问候。还有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上，医护同仁跳着健康操是要舒展筋骨吗？其实他们是为了病人哦，因为他们想到了病人其实如果能够在病房里面稍微的来这个动一动身体，然后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对于这个恢复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用心的每天固定选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歌曲呢，带着病人视讯这样子很温馨的来运动，就是希望可以多带给病人一些正向的能量之外，也帮助他们尽早的恢复健康哦。同样温馨的故事看到还有在台北慈院哦，台北慈院呢，为了就是协助这个防疫旅馆收治一些比较轻症的病患呢，进驻到这个新北市的防疫旅馆中。那有一位9岁的男童呢，今年的生日只能够在防疫旅馆中度过，而医护团队呢，非常的用心，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防疫旅馆里面呢，用心的准备小蛋糕，还有贴心的礼物，代表长寿的面线，就是希望让家人呢能够跟这个男童在这个旅馆里面呢，也能够温馨的度过生日。而男童呢也许下他的生日愿望，希望大家可以快点的平安出来哦。那其实呢，这样子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医护同仁跟病患之间。接着就让我们透过镜头来看看另外一则护理师的温馨故事。4岁的堂堂和妈妈住在负压隔离病房，小小的他引起护理长注意。
他让我太容易注意了，他穿那个衣服到底是因为爱玩还是因为他真的冷？小孩穿大衣服，因为病房太冷，没有保暖衣物。治疗廖维新想起自己的儿子，两人年纪相仿，说不定衣服尺寸也一样。灰色毛衣外套是儿子千挑万选要跟堂堂分享，收到外套的他开心录下这段话：你是姐姐，你谢谢你，我你送给我的外套很保暖。他就露出笑容，因为他觉得他帮助到其他孩子。险峻疫情下，孩子学会感谢与分享，大人又何尝不是？身为护理长的廖维新坦言，其实站上第一线，家人并不赞成。他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不能在这时候就是离开。有两个孩子的他今年32岁，投入护理工作10年，有感染科和胸腔科服务背景，让他更有使命感，不能缺席。我觉得我可以运用我之前的经验，然后进驻在这一个单位里面，去给他们最大的协助。工作压力再大，看着一起奋斗的同仁，病房内的患者，内心这样的信念更强大。我要把他们平安的带出去。感恩前线的医护同仁团队哦，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那像在新北防疫专责旅馆启用2天以来，其实原本很担忧附近的民众呢，对于这样子一个防疫旅馆呢会有所疑虑。那没想到呢，住户呢却在那个旅馆的窗下写下了加油的话语，感动了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看到社区居民的支持，也是他们的一份能量哦。其实这些救护车呢也都会在进到这个社区的时候呢来关掉警鸣声，就是希望不要打扰居民。可是呢，居民呢也用这样子一个默默的行动的方式，贴下了一个温馨话语来鼓励这些在前线付出的医护同仁。那此外呢，其实最近都在社会上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正向的能量，希望要来鼓励这些辛苦的医疗同仁们。近日在高雄市的翠屏国小呢，师生也因此发起了一人一信，要向防疫英雄的医护同仁致敬的活动哦。在停课不停学的期间呢，让小朋友例如手作画下了卡片啊，或者是画下他们对医护同仁的一个祝福呢，要用爱串联，然后来为台湾的医护同仁来加油打气。学校共收到了101张的全校师生感谢卡片，剪辑成5分多钟的影片放在学校网站，要向医护同仁致敬之外，也成了疫情期间最有温度的一个活动。那此外呢，其实除了这样子的一些温馨话语呢，还有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医护同仁的、例如在台南就许多餐厅暂时的停业呢，他们餐厅呢就自主的发起了要送这个素食便当给医护同仁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接着就让我们透过镜头来看看他们的温馨行动。山药炸成金黄色，鲍鱼菇沾酱油烤，用心烹调，只因这些素食菜肴要送给大林慈济医院医护人员。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蛮辛苦的啦，那想说我们现在餐厅也是刚好是休息啊，那所以就支持鼓励一下他们，因为他们目前工作量也是确实蛮大的，对，那就觉得可以这样子做，就何乐而不为。就比较下饭的这个是笋子嘛。19年前 SARS 让从事餐饮业的林景庙由卖荤食改为蔬食，现今疫情餐厅停摆，他干脆邀约亲友每天包200个蔬食便当赠送医护人员，却引发善效应。本来想要200个了，然后后来变成是，那第一天就跟我说400个，然后再来600个。这段时间都叫不到人，他怕来的时候都会传染了。好了，我就过来帮忙。就连外送林景庙也自己来，大林慈济医院院长赖林轩特地迎接，跟送便当任务也由副院长亲自担任。来啊来啊，你的晚餐来啊，高温啊，
叫好大家，因为这 几天来应该急诊是相当的幸福。你充满了爱心，菜色也比较好。会穿整套隔离衣进去哈，那个闷热其实很不舒服的。在这个时候吃一些素食哈，那个比较清淡一点哈，大家都认为对自己的身体那个负担哈减少很多。你们的祝福跟做关心，其实我们都有收到，真的是很感谢你们。装满祝福跟爱的素食便当，成了守护医护人员最佳的防疫便当。是的，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温馨故事哦，其实发生的不只是在大林慈院，还有在台中慈院也有类似的故事哦。因为在台中有一间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夫妻呢，就在网络上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爱心餐盒认购，就是希望可以用行动来支持前线的医护同仁，而特别做了50个素便当送到台中慈济医院呢，来给这些医护同仁。那有许多民众呢也爱心响应，要这样子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呢，还有希望可以看到这样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素食便当哦，就是希望可以让医护同仁在前线工作的时候兼顾着健康，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力量用来鼓励这些前线辛苦的医护同仁们。那其实在台北也是一样哦，台北志工呢也发起了，就是要用爱来送这些素食便当给前线的医护同仁。那有一位就是在天母的这个素食餐厅呢，他们因为疫情可以看到店里面几乎都没有客人了。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情况下，他们的生意呢，因为还是要维持给员工薪水，但是呢却不能够开门营业。那所以呢他们就支持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响应这个慈济志工发起的这个送医护同仁素便当的行动，跟他们合作。那他们呢也表示说，他们都是用了非常用心的在挑选食材，而且是不计成本的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便当，为的呢就是希望说可以在这样的疫情期间，虽然他们不像医护同仁可以站在第一线，但是呢还是可以透过用心烹调这些素食，然后来尽一份心力，让医护同仁能够得到些许的这个丰富的营养，跟他们微薄的这个心意哈，把这个祝福送给医护同仁。那其实这位老板呢也表示，他是从 SARS 之后呢就开始由荤食的餐厅转做素食餐厅，因为啊他希望说对大家可以一起来重视，要对所有众生的这个生命的尊重，所以做了素食餐厅之后呢，他也就继续维持的来持续推动素食料理。所以医疗体系在这一波的疫情下，大多处于一种紧张高压的情况，可以说是身心交瘁哦。所以上人提到，大家要更加的虔诚戒慎，用茹素的行动来表示这个期许，这个全球的疫情能够早日消弭。接着就让我们以虔诚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在这个难关啊，人人呢所持奉道，要度过这样的难关，但是呢，勇于承担，同时要很虔诚，不断的宣导，要茹素，茹素，不要再饮了，饮这样的病菌呐，在入口很多的。病菌啊，是附带在肉类身上。我们尽量五谷杂粮吃的呢干净无染，让我们身体健康，色香味齐全。所以也很感恩，现在为了响应素啦，也有呢这花心。花心啊，去请所有的餐厅，把他劝他做素便当。一群委员合资隆冬啊，合资去劝几家这餐馆或者是素食馆，把他们说做完一素食的便当，
有的呢是素食店呐、啊，他自己发心要供应。总而言之啦，这都是呢看到爱心响应的如数，有委员，有龙董，那也有呢在餐厅也愿意这样提供，那这都是很不简单，很多的事啊总是说不完呐、啊，所以提起了我对现在这一波真正的减轻了压力，增长了我的信心，应该大家的虔诚持戒这一波呢会这样的快快的消除啦，但是呢不能轻易，大家心没有虔诚不敢担保，所以现在要担心的总是不能接受依然故我这样的人啊，我实在是很担心，因为呢他会影响全盘，影响全盘，这都是呢期待人人发个善念呐、啊，那起个虔诚，持一个全部的爱，爱人爱护动物，这是我最期待。那期待啦，全球的慈济人一定要如数。是的，期待全球的慈济人都要一同如数，也期盼有更多的人加入素食的行列。在这一波的疫情期间呢，持续蔓延。那透过科技的一个发达呢，许多家人朋友或者是种种的联系都改由视讯的方式来进行，然后许多远在不同国家的慈济人呢，也透过视讯来跟正言上人连线分享他们所做。那像雪荣分会呢，就分享说最近他们推动的一个健康挑战21的一个行动哦，原来就是有许多人想要吃的健康，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下手，所以志工呢就找到了餐馆，找到了营养师来定出21天的一个营养菜单。那许多人呢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活动之后，发现胆固醇啊或者是原本的一些疾病都不见了，获得了很大的回响。那想要参加的人或者是社区团体也越来越多。那其实呢转荤如素对自己真的有非常多的好处跟健康，那加入素食的行列呢缺宁不可哦。感恩志工早会，感恩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让爱扯出去，那前方漫